没呀，和老子差不多一样。那可以啊。你给他吐那里头有冷米了，你咋还弄出来？那没完全的，用的肯定是比那个狗稍微大点，搁里头乱和弄。哦，那就得用那个用针，用针给勾出来，用那个勾针。去后沟去了，不是这了吧？窟窿啊！哪边？干皮真多，